你干嘛去？车上拉支水。老大。车上呢？钱老大不愧是钱老大，风声这么紧，都能接到货。都是吃这碗饭的。钱带来了吗？大军呢？在车上。叫他把车门打开。这，啊？啊，大军。老大说把后边打开验货。好。好久不见，给我老实点。这应该叫做冤家路窄。这么说，你真是公安局的人？是我亲自动手的。不用，擦屁股的事儿我自己来，你别插手。老大，用不着你动手，我跟他的账还没结呢。好。再找一个好的风水宝地啊！明白。走，一路走好。慢点。陈老大，货我验过了，钱你点点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兄弟，咱们打过这么些刁道。你这到底运的是什么货呀？不是武器，也不是毒品。这事公安局都插手了，想必是一桩高级的生意吧？与安全生产有关。以后还有货吗？不一定。回去你跟你们老板说，这可是最后一批货了，啊？现在的不是个太紧了，我得去躲躲风头。以后的事儿还是以后再说吧。好，报复老师。走。啊！你小子也有今天，咱俩的账该结了吧？我跟你有什么账啊？一开始我就觉得你小子有问题，国安局。跟我玩，我玩死你！给我坐过车，走吧。我的车归你，你的车我开。好，
我已经拿到了。送到老弟了。国安局的人盯上钱老大了，身边安插了卧底。那人呢？已经处理掉了。检查一下后别留下尾巴。站住！人呢？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样？啊，都躺地上了。我看见蓝蛇了。蓝蛇还没死。他开车把货接走了。什么货？我现在还不清楚。不过我把手机放在车上了。走吧。目标在三号公路上行驶。三号公路 C 口附近停驶了。车呢？信号显示汽车明明就在这儿啊！难道手机被他发现了？马上找手机。又让他跑了。
天跟你交易的人，你们是怎么搭上的？哼，我一猜你们就是冲他来的。我在问你们是怎么搭上的？酒吧袁老板介绍的。他是一家游艇俱乐部的老板。他叫什么？王维涛。你们认识？不认识。但是我派人查过他，这个人很有来头，跟他做生意不用担心钱，他们给钱非常痛快。你都给他干什么了？他总是从我这儿走一些高端的电子产品，一来二去就混熟了。接着说。他半个月前他给我来个电话，说是有一批重要的货让我帮他接到海昌，而且他出手非常大方，一批货就十多万，货到付款，从不拖欠。一共运过几批？两批。接货的是什么人？就是今天接货那个人呢。运的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不打听。你也不验货？只要他们不是运的枪支和毒品，别的我管不着。你怎么知道不是啊？他们对货物的运输要求很高，而且不惜增加人工成本，货柜不能碰撞，而且要轻拿轻放。如果要是枪支或者毒品，就没有这种要求了。给王维涛打电话，告诉他货已到。沈母什么时候下水？那得看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芯片了。这就取决于你怎么和月城谈了。月城的姐姐突然得了白血病，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我怎么觉得有只无形的手让人不寒而栗啊？人的命天注定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月生姐姐的命应该掌握在你手里。怎么会掌握在我手里呢？你应该劝劝月城和王维涛合作，交出芯片，我们还他一条命，这让大家皆大欢喜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只想求财，不想害命。我们不害命，只要芯片。我尽力吧。钱老大说他捅了娄子，得出去躲一阵子。我知道了。他要是一走，海上这条线我就无能为力了。好吧，我再想其他办法。嗯，您得尽快想办法。不好意思。志俊。吴冲。这次打入还是很有价值的，摸到不少情况。最近几个方面都有所收获。蓝生的出现就是很大的一个收获。没想到这家伙还活着。就当时的情况而言，除非是有人在水下接应他。水下接应？这要是这样的话，那说明他背后肯定有人呢、啊、而且他们的时间地点配合默契，动作是一气呵成，这也说明他们的组织严密，计划周到。蓝蛇的行动不会是简单的走私，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重大行动。现在的关键问题是，他们通过钱老大走私的是什么东西？根据我这两天跟钱老大的接触，他确实不知道他们运的货物是什么。当我和钱老大从月湾把货运回来以后，他也从来没有开箱检验过。钱老大这个人的特点，只要给钱，他什么事儿都干，
从来不会过问。是，钱老大也是这么说的。现在看来，王维涛有重大犯罪嫌疑。那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上点手段了？我已经接到了上级指示，批准了对王维涛的行动。我们要通过对王维涛的监控查清几个问题：第一，蓝蛇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？第二，蓝蛇接的货物究竟是什么？第三，王维涛在海昌是不是还有其他同伙？庞健，你马上对王维涛的手机实行监控。好。志军、小白，你们俩负责王维涛的行踪。好。分头行动吧。嗯。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下。我知道。干扰，是不是设备调试的问题？他有可能在手机里安装了加密硬件，无法监听。真是老江湖啊！不过这也正好暴露了他做贼心虚。水母的活动轨迹及范围已经破解，太好了。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？啊，还有它的中央控制系统还没有破解，不过那是月宫的专项。不要老指望月宫，那没有月宫，地球就不转了。朱总，这不也是您的专项吗？我听说您跟月宫在专业上不分上下，那如果是您来接手这个项目，那肯定是小菜一碟啊。你没看见我正在了解情况吗？早知道他关键时候掉链子，我就不安排他接受这个项目。老头啊，嗯，现在可是关键时候，你得拿出点自信来。那一咬牙不就顶上去了吗？王维涛的手机安装了加密装置，无法监听。从他办公室电话的通话记录上看，都是些做生意啊、谈客户的内容。手机上加装了反窃听装置，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他心里要是没鬼才怪呢。咱们干脆在他的办公室、车里面全都安上监听设备，随时掌握他的行踪。你们还没有给我姐找到合适的配型吗？病人的情况我们已经汇报上去了，现在我们只能等待。还要等啊？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等等，我姐一次次遭罪啊，等着她没救了是吗？你们就不能快点吗？月昌，你要知道，查找配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。我们现在所能做的，就是帮助病人尽量的缓解痛苦。我知道你们的心情，我们完全理解。希望你们不要激动。作为我们院方，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对病人进行救助。那我想知道，这还得等到什么时候？这个我没法给你具体的时间。你要知道，全国有多少白血病患者在等待着配型救命，有多少病人为了等到一个合适的配型一直在坚持着。
我的一个朋友能从国外搞到治疗白血病的特效药。其实这个人啊，你也认识。谁？海洋俱乐部的王总。不是，你怎么还那么倔呢？人家让你去你就去就完了，又不会缺条胳膊少条腿儿，是不是？现在救人要紧，你怎么那么倔呢你？喂，月宫啊，嘿嘿嘿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一直在等您的电话，啊，你不是一直想和我谈谈吗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我希望是越快越好。如果晚上你得时间的话，咱们今天晚上见，怎么样？好的。哦，那就今天晚上，在银石餐厅，好吧，6:30。好的。目标已经离开，唐健准备行动。我们是电信公司的，你们是报修了吧？对，是今天下午看修网络路断了，不知道怎么搞的。啊，那我们想看一下接口。好的，我带您过去。哎，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。好吧，那你先修，有问题再叫我。现在的位置不错，我们刚刚到达餐厅，有情况随时报告。收到。这可是海昌最好的餐厅了。饿了吧？我怎么会饿呢？别撑了，快吃吧。饼干？饼干我可不吃。要吃也行，除非你再给我找杯水。德行，你看谁来了？月城，不会那么巧吧？无巧不成书嘛。不错，月城也刚刚到了餐厅。月城，想办法跟进去。明白。我们俩跟月城和王维涛都见过，咱们谁跟着他进去都不合适，对吧？月空来了，来，请坐。服务员，
这家餐厅来过吗？有几个招牌菜不错，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点了，您不会介意吧？随便。王总，我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直奔主题，不绕弯子，好吗？好。我就喜欢你这股直率劲儿，开门见山。我觉着白血病，它应该不是不治之症，啊。如果找到了合适的骨髓配型，应该是有治的。但是，千金易得，骨髓难求啊。据我所知，全国有好几百万人都得了这个病，都挣扎在死亡线上。这个配型不好搞。王总，我听刘一鸣讲，你手里有一种治疗白血病的特效药。对，特效，绝对特效。今天约你来，就是来说说这个药的事儿。可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您看看这个，王维涛和岳成在同一包间里。知道了。王总，这个材料可以给我吗？当然，我特意给你复印的。谢谢。说你的条件吧。你研究室里那个水母的芯片。怪不得你三番五次的要我跟你合作，高报酬高待，把我捧得高高的。你早就是冲着那芯片来的是吧？哎，不不，两码事。我找月宫合作主要是考虑到公司的经营和技术研发，像您这样的高端技术人才如果能到我们这儿工作，那是我们莫大的荣幸。跟这个芯片没有直接关系。你要芯片干什么？不是我要，是提供特效药的人要。王总，一个卖药的要水下装置的芯片，你觉得这可信吗？可信不可信不重要，关键现在重要的是救人。一个小小的芯片如果能把你姐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何乐而不为的事儿吗？你信不信啊？我现在可以直接向国安局报警。报警？跟国安局报警？你是说我们在这儿吃饭违法吗？月宫，这件事情有点可笑。你说我们俩也没有偷鸡摸狗，就在谈谈你姐姐的病情的问题，你报什么警呢？公安局管不了这个事儿。王总，你是把我当三岁小孩了是吧？你知道如果我把芯片给你，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？那我可是泄露了国家机密，那是重罪。这个问题我也替你考虑过，但是只要你跟我配合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一定保密，任何人都不知道。
月宫啊，你说这么多年了，你在研究所里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、废寝忘食，是吧？你为国家的科研做了多大的贡献，可敬。但是最后你自己到了，你落下什么了呢？姐姐得了白血病，自己还帮不上忙，可悲呀。承认你的口才很好，但是我不吃你的药。今天看在我同学刘一鸣的份上，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，告辞了。月宫留步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请再听我啰嗦两句。说不是有两个人吗？公司有事儿，他先回去了。您看这个。去前台结账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你姐姐对你恩重如山，她得了白血病，你现在能救她而不救她，你将来会后悔一辈子。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你姐姐这条命是掌握在你月宫手里。车，月城刚刚离开餐厅，但是感觉他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。知道了，盯住王卫涛。收到。刚才太险了，差点就碰上谭小爱了，急得我嗓子直冒烟。看你点出息，看见什么了？你猜我在他办公室里发现什么了？跟月城有关。你怎么知道？刚才王维涛跟月城在餐厅见面了。看看吧，全在这里了。月红的两份病历、血液化验单，还有治疗白血病的药品说明书。吴初，王维他已经返回海洋俱乐部了。我已经安排换岗了，一会儿你们直接回局里。那月城呢？再看看。好的，明白。走吧，直接回局里。
我没法给你具体的时间。全国有多少白血病患者在等待着配型救命？又有多少病人为了等待一个合适的配型，一直在坚持着？如果找到了合适的骨髓配型，应该是有治的。但是，千金易得，骨髓难求啊。据我所知，全国有好几百万人都得了这个病，都挣扎在死亡线上。这个配型不好搞。我现在不担心你找不到老婆了，我担心我看不到你婚礼了。说你的条件吧。你研究室里那个水母的芯片，你早就是冲着那芯片了是吧？不是我要，是提供特效药的那个人要。一直没机会，这下好了，不用做家务了，我也可以好好的歇歇了。我提醒你考虑，也就是说，你姐姐的命现在是掌握在你的手里。这就是从王维涛办公室里拍到的。他搜集这些病例干嘛？难道还真想治病救人啊？这还不简单，搜集情报好趁火打劫呗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你们仔细看看那化验单的日期，是十天前的。十天前月红的病还没有得到确诊，他拿这些化验单干嘛呀？